手上，手上，它这个你看这个会动，嗯，它那个区，啊，你就戴在手上。走的时候会有闪光，这东西可以充电，是跟那个手机一样可以充电。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子，啊，这个可以充电，这个直接就插着那个就可以充电。那路线的部分可以麻烦你帮忙，我们之前讲了，一路不迟，一路会迟，YouTube 的师傅老师们的用心。 来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追踪，追踪是我们这边的，就是他们你的，就是这里怎么说？你的意思要说，因为你们分成分看，然后你再，可是你到我还是你到这里有没有？这个是地方在不动的，这里怎么动的？我们说，大陆浏览的，光顾这条路是我们，嗯，我们的世界，想要说，想要来的时候，想要让你们知道。